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七跟负二哈是这个方程式的两个解。那么他问哈，这个方程式的解，是什么？好，那这两个既然是它的解的话，我就把它带进去，要满足这个方程式。好，带进去，七带进去的话，49减七 a 加 b 等于零。那负二带进去也要等于零，这是4嘛，那加上呢 ，2a 加 b 等于零。好，那我现在哈，给它减下来，减下来就是45了哈。啊，减掉多少呢？ 9a 等于零，我这 b 就消掉了，那 a 就等于多少？9545 ，a 就等于5。那 a 等于5以后带进来，带进来的话呢 ，b 就等于多少哈？5二得10嘛，哦，所以是负14，10加4是14嘛，移过来是负14，所以这个方程式是5x 平方减 3x 啊加 b 就是减14等于0。那就是十减七刚好是3，五二得10，七一得7，七二14。哦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个是负的，负10加7，哦，就是负3。所以这个因此分解以后是5x 加7乘以 x 减2等于0啊，所以它有两个解。x 等于五分之负七，或者这等于零的话是2，所以 x 是五分之负七或者是2。